让姚嘉德有机会和平又要再次来到节目当中。上个礼拜哦，他有做一点小小的伏笔，今天呢还会跟大家来分享更多。杨怡讲话也当姚嘉德是我们的白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我们业务总监洪琼瑶，琼瑶姐你好。哎，杨姐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吃饱呗？是哦，中岛大概爱吃个饱哈。我觉得有时候大家呢啊，大概吃饱了哈，小看休困一下啊，下午稍微睡个午觉，哎、欸，有人可以了。你今麦未使啦，今麦听咱的节目啦，爱认真听。我讲较早的哈，较早的淡薄点我啦哈，咱今麦会当先听咱的节目，当成吃饱唔通睡困，对，要稍微休息一下。对啊。今仔日咱也详细听你话讲，啊，食饱了后呢，其实甲啉水吼，有哪有足大关呢？有人是讲，啊，食饱了后敢得啉水咧？对啊，哎，要消化。在我，在我，那无啉的话吼，较歹消化。哦，为什么？哎，这就是咱斟酌要来听，是因为你爱啉着水，才会当帮助你消化。对啦，因为啉水大家拢有在啉嘛。对，啊，可是啉大家啉的水，大家可以检视一下，大家平常喝什么样的水，对不对？对，嘿，咱伫顶回有讲到吼，哎，伊个氧气水有无吼？还是人欧美的国家已经啉过了十年啊。哦，按啉过了十年，但是拢伊制作困难，啊，保持嘛困难，一点呢费用拢高，所以你一讲干阿讲吼，啉水呢，需要开几啊百块，哦，你敢未堪咪？哦，真正未堪咪？未堪咪嘛吼，啊，咱要安怎讲吼，好咱会有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呢？我感觉讲吼，哎，这就是咱直接要分享给咱的听众，比嘛是阮感觉足骄傲的所在，你敢知？因为这是咱台湾的技术，对，哎，阮白养生技吼，阮的陈建安啊，这总经理。伊伫啊，即个十几当中，伊就开始吼，针对这部分不断啊，去即个探讨、去研究。终于，伊因为要救即个生态嘛，要救鱼啊，啊，发现讲，哎呦，哎，对人那个佫较好，佫较有帮助。是吼，啊，伊当伊发现讲，人外国人啉遐久啊啦，人拢瓶装水啊，那不爱做即个啥呢？类似饮水机安尼，好、okay, 人当有啊，对，嘿，啊，伊发现人拢坐拢遐大台，像车遐大台，啊，伊不断，伊为这个企鹅、企鹅、新熊，嗯哼，一卡，哦，伊去甲找出一个仿生科技，是，啊，这个技术有突破啊，是，啊嘛提到哦，美国、中国、咱台湾发明专利，所以咱才会当。哦，等你听就咪爱斟酌听，我来甲你客气。啊，那客气有过的话哈，我有那袂识你的咧。啊，杨姐讲，来你喷一下。OK， 哎，等下来看哦。如果有看直播的话，因为上个星期我们有送一些听众朋友，他们也都拿回去试用了哈。那这一罐呢，是我们琼瑶姐今天哈也跟我们大家来做一下分享啊。不过呢，第一个分享就是杨姐我自己本身啊，因为其实大家平常都会工作疲累，工作疲劳，尤其拢伫即个办公室内底嘛吼，啊找冷气，啊有诶家庭主妇大概伫处理，嘛是做工课做啊就无用诶。大家平常都容易疲劳，我觉得疲劳好像几乎大家平常都会感受到吼。那这一罐呢，我觉得它很好，就是因为我就喷一喷，我觉得脸感觉很保湿，而且呢感觉哦刚刚精神刚好吼，来我们来试喷一下，杨姐来当 model 一下吼，很简单，爱素即个一起红。一起氧气哦，琼瑶姐，那我向下往上，由下往上喷，还是由上往下喷？在你欢喜，在你欢喜哈，好来，那我随杨姐随意来当 model 哈。会记哈，伊个氧气就是提来输的啦。OK， 好，那我喷一下哈。刚刚呢，杨姐也有给我们的同仁喷一下。哎，其实我眼睛张开 OK，OK 啊，因为一起纯水 OK 啊。哦，它是纯水哈。哎，所以我眼我哎我不用说闭眼睛哦。唔免把酒开开，安尼直接喷就好啊！你会当安尼数哈，而且呢，吸这个氧气，你也感觉讲人家足有精神。就像你拄只说不搞讲讲，你下早起都感觉安尼神神。啊，但是拄下要几摆吼，咱下这个播音室的时阵，你讲，哎，喷一下数者，都较有精神啊！好，是看起来人得加。咖啡嘞哟，给足讲菜啊！啊，其实吼，咱今日要讲的，就是这氧气加水，伊对咱人，你看咩偌重要？阳光、空气、水，缺一不可。你若无水，你无氧气，你无食饭吼，你今仔中昼你食未？我未食，啊，我嘛也未食，啊，咱未安怎对无？但是呢，咱若讲啊，这段时间拢放假，无啉水嘛，小可个会冻伊，啊，若无氧气安怎？不可能啊！是嘛吼，所以讲。
为怎样这个水甲氧气，其实对咱人哦，这个重要，都伫这个所在遮。啊，拄只呢，咱有简单讲到讲，哎、欸。哦，咱诶，吼、哦，咱台湾的这个、这个发明嘛，有关这部分，咱等下伫后半段，大家斟酌来讲、啊，即卖呢，主要要甲听众朋友来分享的吼、就是来杨姐甲咱遮两段嘿，咱若是有看直播的看、上个礼拜其实有带，可是没有把它拿到前面去。那今天看直播的朋友，大家可以来，哎、对，来杨姐当 model， 看这两个到底有啥咪无讲？有两罐水哈，大家看好，有两罐水哈，来，听众朋友直接看。第一罐。这一罐呢是一般我们哈家的，咱一般的水，咱今嘛得咧加的水，哎，过滤过的水安尼，哎，好，啊，两罐甲做伙甲呈现起来安尼，哎，来，喂，哎，啊，内面安尼足侪泡泡呢，好，两罐比较一下，哎，哦，你看咩啊？一罐都有哈，这个单纯干呐。啊，咱一般只系水，啊，另外一罐呢，好多的泡泡吼。好，来，感谢咱啊，这朱麒麟帅帅的主持人。哎、欸，真的往前一照，好明显哦。对啊，啊，你逐工要只系水，逐工要啉的水，随时要啉的水。你要选倒一个？哎，有人讲啊，内底那一粒一粒跟杂质吼，大家其实仔细去看，其实它真的是微小气泡。对啊，伊其实吐出来的时阵就有，啊慢慢的也附着，越来越大颗的感觉，嘿，伊慢慢释放出来，因为伊的氧气因为入伫水内面啦。啊，所以你也看到这个气泡对无？啊，另外这罐呢，哇，这就是咱一般普通的水，自来水，伊大概都伫差不多五 ppm 左右。哦，啊，你就看袂到伊的迄个。所以五 ppm 它还是有氧，有一点点，只是用肉眼看不出来。对，哎啊，所以讲，咱啉一般水，讲会当较接啉水。你若讲水啉无够，人闻啊小夸会当解除迄个疲劳。但是你真正要消除疲劳的话呢，氧气水，伫阮的这个实际的经验来讲吼，你想，明仔载阮又搁要上台北有无？来回，我得多加杨姐。你都自己开车吗？是啊，因为阮需要去人客遐服务啊。对。是啊，啊，所以阮来回呢，当天往返，上无爱开800公里以上。哦天哪！我不是喝什么牛哦，不是喝牛的，我不是喝什么飞哦，什么茶哦，哎，因为刺激的物件吼，咱不是喝嘿，咱需要等一下呢。唔知呀，不知不觉当中，那这氧气水好咱吼，会当足好诶消毒疲劳，啊，佮帮助消化。拄只我为虾米甲听众朋友特别问讲，啊，食饱未？其实吼，食饱了，安怎会当帮助咱消化？是氧气水是一个足好诶消化管道。物件接落去了，是到我们的胃部，它会做一个消化，到肠子吸收。可是你要消化要吸收，还是要靠的是。氧对，哎，所以讲为怎样啉落去了呢？咱就会感觉讲，咦，就一层一层吼，在咧甲你消化，迄种感觉，你就袂感觉讲啊，食饱了哦，啊，佮水啉，我都已经食到遐饱，水佮啉落，佮袂伤堵吗？哎，这得爱看你是啉啥物水。OK， 嘿，是安尼诶，即个讲为怎样哦？咱会伫只甲听众讲，即个选择哈，你即马有氧气水，啊，佮有一般诶水，那讲在你诶话。当然是喝有氧气的啊！啊，这什么人发明的？咱今嘛有这个啊，水不是阮发明的啦。哦，水发明的，水氧气水是，是人全世界人后壁人早的啉过了十年去啊！啊，而且那是贵三三呢。台湾的是陈建安，对啊，一支一罐350毫升遐尔尔，5欧元，200块呢。你看嘛呀，啊，咱来看咪讲，一缸几啊罐？咱哪有迄个机会通去食啦？对啦。啊，所以讲啊，要顾健康要安怎咧？所以我感觉讲，阮的这吼、这陈建安先生吼，伊这个发明对咱的贡献，我顶摆有讲过，迄个亲像咱爱迪生有无？伊发明灯泡，和世界的人，你会当选择你要用电话机啊，还是要用啊这个蜡烛，还是要用煤灯，吼、来过日子？无嘛，大家拢嘛用灯泡啊。啊，即马你有安尼的一个。哦，唔免干那贵三三安尼的物件，好你会当去哦。即个讲啊，自由啥物时阵要啉呢？啊，你就会当哎，天来啉，啊要出关呢，嘛甲提起啉，再变作是咱的饮用水，我感觉就差别啦。哎，杨姐发现有一些朋友他喜欢喝国外进口的水，是，对不？去一些大型的美式大卖场，是，几箱几箱哎，那滴滴滴，哎那个。
应该好好多好多好多钱。真好啊，嘿，嘛真好啊，伊把迄个水拢退来的话，透过阮这台机啊，哦，嘛是会使，会使再加分，加落去变作吼上好的，因为阮的这个机啊呢，就是管算这个水机的发明的话吼，伊重要是安怎呢？你这水来。我拢给你氧气哦，无论什么水，是啊，都给你氧气。你有过滤过无？还是讲这个自来水来，拢可以。哦，因为原本自来水你本身像都只刚开始发明是养鱼，就是一般的水嘛，那去怕氧气的去嘛，也是可以的。都可以啊，所以你拄仔在讲迄水呢，迄表示啥？咱大家人足注重健康，注重健康啊，可是呢，没有氧嘞。养不够啦，对，啊，你会当选择即马有安呢？你白白要留你的白，对不吼？啊，你那无爱讲有安尼一个选择啊，你换安尼来用。所以我讲这是一个咱台湾人上有福气，因为足侪人拢讲讲，啊，这台湾的技术咯，我讲对呢，伊讲啊，台湾人那足牛啊，对哇，啊，台湾人不难的足牛啊，是啊。我觉得台湾很多发明真的都是傲视群雄，而且全世界都是得到肯定的。可是台湾的是，很少人会知道说台湾有这种骄傲，对不对？对啊，所以讲这个发明了后，啊，这水呢，因为我本身有呐，连接触两年瓜，啊，伫这两年瓜来呢，我就讲哦，我非常感谢。阮对陈家恩先生，为虾米呢？伊带阮家的人，哇，家族健康诶，比看起来吼，那无比两年前较老呢。哦，感觉有冻龄的感觉。啊，是啊，尤其是阮爸爸吼，爸爸，阮妹妹在讲哦，讲你甲看哦，针对伊安尼走路较袂好势，伊都无啥想要出门哦，啊，无啥想要出门呢，你想？啊，要如何是好嘞？对啊，怎么样去呼吸大自然的空气，分多金？啊，结果伊到伊这个饮水里面加上这个氧气，安尼你啊有无吼？来，伊今嘛走路比以前较好势。啊，真的哦。是啊，伊今年咱知影讲，我屏东我骄傲啊，我骄傲什么？是不是去啊？就是有咱的灯会。是。你感觉一灯会伊去几抓？伊去几抓？六抓。哈？伊真是比两年前年会较大呢。哎。金马，冒昧请问一下，那个爸爸现在今年是几岁了？86岁，要九十岁啊呢？啊，但是因为哈，你得知影讲，人伊缺氧的这个状态之下，伊有哪会造成啥呢？走路较袂好势，较袂知啊。所以爸爸，因为我知影哦。每次这个在金像那个台湾灯会的时候，人非常多，走非常久。是，伊讲安怎你敢知？一直甲阮背，我家己行就好啦，吼，我都唔是伊炸哥。哎，真连这一步吼，我家己吼，真正听讲，哦，阮爸爸今嘛那安尼，这嚣摆着啊。嘿，啊，其实是安怎呢？因为伊行好势，而且伊个行进前，甲阮开路。哦，你就知影讲人坐架吼，磕啊。对啊。哎，所以讲，我嘛。带着一种足感恩，阿哥希望把这个好在节目当中，分享给咱空中哦，所有有缘的这个听众朋友。因为讲实在的哈，这咱也无家己有这个亲身的经验哦，咱真的无法度同阿讲。但想讲阿都水尔，你阿那有啥物差别？你无亲身去经历过，你哪知影讲哦？这个差别就是啊，为怎样有底只会白讲一个一般的水，啊，一个是氧气的水。对啊，因为较早我嘛是啉一般的水啊。是啊，啊都无安尼诶，这个好过，会尴尬。这个改变啊，这个改变。嘿，啊，咱啉这个氧气的水呢，咱就会当，和咱甚至讲吼，有人讲伊叫做啥哩，干呐？诶，喝的有氧运动啊。啊，有氧运就是我们平常有氧运动，呼吸氧气，对不对？对，是安尼吼，所以讲。啉水甲啉出健康，我想咱会当减偌济的医药费呢？是啦，琼华姐，很多听众朋友也许问说啊，爸爸敢有搁食啥物营养品啊？哦，那这部分吼，别人我唔知。哦，你爸爸你知？我爸爸营养品吼，拢无爱食。你甲买好伊吼，伊嘛囥遐边啊，甲囥好歹。很多老人家都这样子，伊拢无咧食，但是吼，我并无建议讲啊，大家像伊遐固执。对。好啊，所以。主要是咱就知影讲，阮爸爸因为伊拢无食其他的物件，所以你也当上了解讲，伊就是靠氧气水可以改变。只有这个水，只有这个水改变了而已，其他没有改变。其他无改变，哎，啊，所以讲
为怎样我会讲足希望甲即个好去分享互所有听众，比如讲啊，一个啉水干呐会当互你带来讲，哎，帮助消化、消毒疲劳，啊，其他补的拢加拢难谈的，是啊，较无是足好的，因为你会当帮助消化，你才有营养呢。对，你规身躯你唔知会当讲哦，有即个能量，通去运转嘛，哈、啊，你啉即个氧气水嘛，较会当互你的大小便哦，诶排下呢会较好。啊，你也想，你会毒排出去，是啊，这会消化，对啊，啊，这是不是应该够根本的？对啊，而且我觉得人要健康，我是因为这边有一个缺氧症候群自我诊断表，我就几乎。我感觉目前几乎我觉得都有重吼，就是都有上面的状况，比如讲什么早起起来感觉精神做歹，哎，我感觉啦，起码问十个人讲吼，哎，你困饱精神干我就好，安尼感觉人生很有希望。我就好像大概有八个觉得说，哦，我哥就甜咩。以前我跟你讲，哦，我透早我真正爬不起来，哦，就甜咩，搁要赖床。因为有这种情形吼，伫阮下足侪吼，啉这氧气水人伊甲我讲，伊就是安尼。啊，起码，哎，对呢，无赖床啊呢，啊，醒得比较干净呢，可以醒得来，可以醒得来。嘿，因为规工拢安尼昏昏沉沉，我会记讲，伊早要上班，我感觉讲，啊那个干那个爱困爱困，啊目睭安尼吼，干那。都非得你都精神，阁唔是盖盖全开的感觉。啊，但是你有氧气，然后这个氧，啉杯杯啉水嘛吼，内面有氧，跟没有氧，差别都安尼啊。对，哎，我觉得这有好多像30项哈，我就要慢慢跟大家分享，真的很多很多了哈。来，先我等待差不多，等一下下个段落呢。啊，直接我甲咱听众朋友讲一下哈，就是讲啊，咱那是伫这个讲，拄只咱讲的这段呢，你有任何的这个问题要询问，还是讲要探？你会当敲咱的电话 ，call in 专线。哎、欸，阮公司哈、你有哪会当敲？遐有伫线下呢，伊会当甲你回答吼，你的这问题哈。97288881高雄的电话，97288881。好，阿兰听众朋友会当探讨。要加07哈，如果外县市的朋友哈。是。OK， 好，那等一下呢，我们因为要慢慢开 call in 哈。今天琼瑶姐也要带几罐这个氧气瓶啊。好，看咱听众朋友，你都 OK 吗？嘿，来。好，等一下呢，下个段落呢，问题给你问，啊，有问呢，阮都有送。哦，哎、所以今天反而是听众问问题。对啊。哦，嘛是改变节吼，不大家都难问。对啊。好，今天听众问问题哈，07951-0975，空气九五一空九七五，等一下下个段落要开 call in， 先让电台进个广告，等会呢再回来，马上回来，拜拜。世事多变，人生无常，有的人是为着亲情、事业、身体在烦恼，所有的烦恼在这里有一个最好的方法要跟您大家分享，就是这张回向文。我们若要分进前回向给我们自己的完成债主祖先，我们的心内会更加平静，免费跟你结缘。0733-5-4233。阿乐，我想租车带家人出游，哎，你有好建议吗？那就找全球租车啊！全球租车是外交部指定厂商，全台专业副驾，各种车种，包含礼车、轿车、休旅车、大巴、中巴、小巴，全球租车公司应有尽有哦。哇，那实在是太棒了！我要赶快去全球租车喽。商务接送、旅游接驳、专业包车，就找全球租车。电话07813-3402，813-3402。从生完小孩抱着上下楼梯，现在走路变得好吃力。我也是啊，年纪大了吼，走路很不舒服。保养变得很重要，擦的葡萄糖胺产品让你随时更方便，选用来自纯净无污染的纽西兰奇迹之贝亲口一贝萃取物。现在葡萄糖胺 MSM 关护乳膏特价优惠中，快上网搜寻快乐爱台湾，或拨0809-092-898。这是一个上界快乐的所在，一切真自在，关心土地咱的爱。这是一个上界自由的所在，快乐爱台湾，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声音上有爱，上快乐的电台。
快乐台湾，无限精彩，快乐联播网。在这部现场现场时间中到12:43，你所收听的是快乐联播网新闻线上昂的这部，我是你的好朋友杨杰。现场当中很欢喜邀请到的是我们的白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洪琼瑶，琼瑶姐在现场跟听众朋友开讲。听众朋友，我们就回来了。对啊，这个段落要来上礼物，哇，马上就有人打电话进来了。好，我们等一下要要问问题，95109975。好，来，我们赶快接这通电话。Hello， 喂， Hello， 你好，那个杨姐你好，是，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怎么称呼呢？我姓张，高雄的张。哦，张小姐，张小姐，你住在哪位啊？你住三民区。三民区哦，来三，今天我们的 call in 方式有点跳痛，我们由听众来问问题。对，我想要知道，我想要知道那个高氧水啊，它对我们人体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哦，对。最大的作用是什么？在我的亲身经历啦，哈，我感觉就是啥呢？帮助消化，阿哥消除疲劳，帮助消化，消除疲劳，对。啊，其实哈，你甲想哦，伊个有啥物好处？你想，水伫咱身躯会做起啥物作用？氧气伫咱的身躯会起啥物作用？所以讲，伊的这个好处太多嘞，哈。啊，咱人若无这两项哦。都没哇！就是因为我们现在有太多太多东西，像人有太多，包含压力也好，包含睡眠也好，包含很多吃东西啊，食物也好，很多东西都需要氧气。对啊，所以氧气可以带给人的好处有什么样的好处？其实这个高氧水就是有这样子的好处，就对了。嘿，所以讲为怎样哈？我讲这是一个选择，咱台湾的骄傲。因为咱有材料甲做出，吼，咱的一个发明专利出来，是啊，这个发明专利，因为技术是伫咱台湾嘛，所以外国人若要做个话，歹势，伊嘛都要经过咱的同意。对啊，因为这个这是台湾骄傲，是啊，金牌啊，因为咱这个技术是甲堆起来呢，为企鹅，企鹅就卡企鹅的卡，遐一个逆流交换系统，是甲配来，咱才有材料通甲做出这世代，爱当伫咱家庭，还是伫公司，拢会当。OK， 好，谢谢张小姐，谢谢你哦，谢谢你留好留个电话哈，又要送你奖品哈。那还有电话哈，079510975，空气九五一空九七哦。好，等一下我们同仁接个电话，因为要留个资料哈，我们需要让听众有一点时间。来，阿兰听众朋友哈，在这个时阵呢，我来讲哈，我这台白羊水机哈，也供应是啊，一。头一摆呢，就伫这个2011年遐个时阵嘛，吼，伊被发明出来，是啊，发明出来就去参加台北的发明展，哦，啊，发明展迄时阵去参加，介趣味呢，哦，这陈建安先生伊去参加，人讲啊，阮报名结束啊呢，伊讲啊，是毋是我好啊去就好啊啦，哦，啊，伊讲安尼好啦，好你来哦，啊，毋过吼，你袂使参加比赛哦，哦，啊，结果安那你干嘛？到第三天，是，吼，第三天人。都要结束啊嘛吼！啊，即嘛，伊个桌顶刷一张单，甲通知讲，啊，你得金牌啦！哈，啊，伊毋是袂当参加？是啊，包括迄个评审讲吼，啊，要互你金牌都无法度，但你都爱知影讲，这个是为怎样？伊即个技术好加啥物程度？因为迄个评审那来过来啦，讲哇，啊，这真正是还是一个真了不起的一个发明，好啊，所以讲。后来呢，好，大哥，我拿去参加那个巴黎，好，咱知影法国巴黎的这个发明展，还是上古啊，已经超过80年的历史啊。是，啊，佮去参加瑞士、瑞士的这日内瓦、美国的，亲像迄个美国，哈，匹兹堡，啊，佮有高雄，啊，佮有韩国，哈，啊，这去韩国参加比赛的时阵，偌趣味呢。哦，因韩国，咱知影因有一个闪送嘛，哈，啊，因。人因嘛有做出这个机啊出来，嗯、啊，即嘛因做出来呢，因为讲的话咱听无，但是翻译听有啊。哦，翻译。你讲，哎，因大干了偌济？你干呐？哦，20 ppm 尔尔。啊。啊，我年呢是偌济？100 ppm 以上。哦。我会当做到100 ppm 以上。是。所以一个币呢，因就互咱币落去啊。哦。啊，所以阮去到韩国的时阵呢，嘛是得金牌，啊，佫摕特别奖。哇。特别讲的是金牌里面的金牌，金牌是哈，所以讲在全国呢，全世界，嗯，我得提下了10大，嗯，
十大全球的这个发明展的这个金牌，还是特别奖啊嘞。好，来，又有一通电话进来了哈，95109975，来 ，Hello， 你好，喂，你好，喂，嗨，你好，哎，请问一下，怎么称呼？曾小姐，曾小姐，你住哪里？住台南，台南，哇，台南的朋友，欸，欢迎你来。我们今天的 call in 的玩法就是由听众问问题哈。来，曾小姐，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吗？欸，因为我那个才刚刚转下去听没多久，所以我前面没听到，不知道要问。没关系。那我想我要询问一下，因为这边有诊断自我诊断表了哈，我觉得我问几个好了。曾小姐，你有觉得你每天早上起来，你有觉得精神很好吗？还没有几乎我问十个我同事都问，好像大家都说没有好，所以哈，你甲看麦，阮这个哈，阮这個白羊水晶真正会当哈帮助偌济人。我才问第一个，有三四个 来缺氧诊断来。曾小姐，你觉得每天的这个身体的感觉，会不会觉得蛮疲劳的啊？无啥亏的安尼，会呢，也是会。好，我随便再挑一个，三个哈。你会觉得就是自己好像记忆力也变很差，啊，很容易忘东忘西啊。会，我才问三个而已哦。你杨姐，你可能会算命哦。没有，我是看这个自我诊断表啦，听众朋友，我是看咱这个自我诊断表。OK， 缺氧自我诊断表，对，所以几乎你看我们这样子很随机，尤其听众朋友打电话进来也是随机的，是啊，几乎每个人都有类似的状况。我较早嘛是安尼啊，我较早嘛是安尼啊。OK， 啊，所以讲吼，我唔只讲吼，这是一个会当讲把这个资讯咧赶紧报给听众朋友。OK， 好，曾小姐，谢谢你哦，留下你的联络方式哈，谢谢。好，还有一通电话哈，我们赶快接，因为等一下还有时间的关系，快来不及了，赶快 ，Hello， 来，Hello， 把时间搞好，听众朋友来，来了，没有，我们同事在抄电话，我们先再等一下下哈，好，来 ，Hello， 你好，喂，有听到，听到，请问怎么称呼？曾小姐，哦，曾小姐，所以是还没有抄到电话吗？有啊，有抄到电话了哈。OK， 好，曾小姐，谢谢你，谢谢。不好，我们今天同仁之空城同仁还有一位，嗨，你好，还有一位。我刚刚你给我用断掉了。哦，断掉了，哈，没关系，你再接进来了，请问你。拜到。请问你是怎么称呼你呢？我姓陈。陈小姐，你住哪里？住高雄。高雄哈，哇，陈小姐来，你刚刚我们刚刚大概有，你都只有按头认真听无，还是半路听去吧？我半路听，半路听，啊，你听偌济？拢会使讲。你有没有想要问问题呀，啊？我是对氧气水没有什么概念，但是氧气水可以生饮吗？哦，氧气水可以生饮吗？啊，伊就是吼，咱的饮用水，所以你问了一个足好的问题。伊就是你即马是毋是咱在啉咱的这个水有无哈？你的水呢？咱希望的就是讲，来啉白白啉水。你是毋是会当加选啉氧气水？加氧。对，那较早的话，因为吼拢瓶瓶罐罐，费用爱足贵呢。即马咱会当讲，甲像饮水机安尼，买啉家己出得有上新鲜的这個氧气水。OK， 你若要出外，咱就是当早出去啉。这就是一个新的选择啦，因为这嘛是一个新的发明。OK， 谢谢陈小姐，有听清楚了解了。你看上面问题被问没？没了。OK， 好，我觉得这一点也很重要，一定很多人问说能不能。生饮或直饮，对不对？对，就是咱的饮用水啊，就是饮用水嘛。对啊，咱起码得啉的水，亲像阮呢，这其实拢是一个习惯。所以我讲，这个改变，亲像爱迪生的灯泡，改变世界，咱世界大概人使用，这个啥灯，这个习惯是啊，这个氧气水机，伊其实嘛是安尼，你未来你就变作讲。我平平要啉水，我是安那，我也无爱啉有氧气的嘞。是，我平平也无也无，这都是一个新的一个选择啊，那样。好，95109750795，今天我们的 call in 游戏呢，就是请我们听众朋友可以打电话进来问我们问题哈，那会送你这个是我们的高氧的喷雾罐哈。对，今天讲真的，你会当听到这个资讯，你本身的足好啊。是啊，你若会当搁甲听有，我真正是，就足够的。但是吼，你若讲。
今仔听阁无讲介清楚，我啊感觉讲，听这节目阁会当安尼，寓教于乐吼，增长知识，互相交换咧。嗨，来，来再接一通 ，Hello， 你好。杨姐你好，还有高小姐你好，你好 ，Hello， 也是我们的忠实听友，明丽是不？是，我是明丽姐。你看，咱真正是啊，你看麦啊，啊，你表示我啉氧气水有帮助。哎，因为你的记忆力很好。高小姐真的哈，真正是拢一直保持青春，都一直保持青春，心力真青春啊！我今哦，就是有氧气水哈，你应该来看我，你也发现讲愈来愈水哈。那家你以前看到我无什么改大的改变呢，我很没有长进呢。在荧幕上，我在荧幕上看到你就是没有真的哦，真的，岁月没有在你脸上留下痕迹。你是底刷胸，因为 FB 直播那个陈友姐哈。就是那个氧气水，已经过哪家的企业去氧气也无是无？我跟你讲，氧气水呢，气的物件你加热。伊都是会补气，但是这个氧气水就是咱要提来直接啉，你的意思就是讲哦，我若要啉烧的，吼要安怎？这个意思啦，哈，足简单呢，你都呢先用一挂烧水，烧的这个滚水有无？然后再来套这个氧气水，安尼啉起来煞无得拉轮烧。一样可以喝到氧气水，就是温开水。对，一样，像我透早的第一杯，咱透早起来，我啉差不多300-500cc 左右。我拢一定就是先热开水加我们好这个氧气水，好咱的白氧水机，这个水呢接落来，安尼来啉。我就是拢安尼啉的温开水。对，所以讲你在家的时候，那个小微小气泡还是会有，还是因为你的马上的，和你啉到巴肚底去啊。第一杯走的时阵呢，你已经先加收起来啊。所以说它是不适合加热，但是哪杯啉温开水就是可以加那个。热开水是啊，阮的白氧水机哈，其实伊唔呐有这个氧气水，伊个有过滤水哦，还可以加过滤，多功能的对啊。OK， 明丽姐，谢谢你，你问的这个问题也很棒哈，很好，很多人也许有这个疑问嘛，对不对哈？因为这究竟哈，这是一个新的物件，我讲哈，我形容伊讲这是外太空来的，啊你呐。因为你唔捌看过，就是唔捌看过。甲你讲吼，人讲讲有嘴讲甲无乱，你安怎听都听无。OK。因为在那个镜头上，我看到那个水真的是有很多的那个小气泡，对不对？哈、我刚刚拿去前面真的有作用了，吼，大概看嘛，真正是有看到了。我真的是有看到，对，真的很神奇。很神奇哦 ，OK， 好，谢谢明丽姐，谢谢。啊，咱那礼拜三呢，下个礼拜三，咱你各家听有没有啊？来分享好这部分的这个资讯 ，OK， 因为养生之地哈，基础一定要做好。对啦，而且时间真的过很快哈，哇哇，可能没有办法再接了哈。我觉得下星期有机会再来接。啊，听众朋友，若是讲听了呢，对阮你讲的有想要进一步来了解，97288810797288881，好，一旦卡这个电话呢，来跟阮哈做讨论啊，阮哎，阮同事呢，哈，阮的同仁会真详细来跟你回答。对，啊，你要催我嘛是可以呢。哦，找全了解。是，我有来跟你回电话，97288881，感谢大家。因为很多人也许会有一些问题，刚刚可能没有时间打电话进来，没有办法。请教这相关的问题，可以再后续了哈。卡点未来，这对我何康哎。OK， 好，时间关系，非常感谢保养生物科技有限公司业务总监洪琼瑶，谢谢琼瑶姐，谢谢，谢谢，下礼拜见，下礼拜见，拜拜。拜拜